有两个，怎么称呢、啊？体力不支了，我进行工作嘛。可以，我已经很累了，没来一个小打球，上个礼拜没有来几次，没来还去吃呢。现在没有了，以前打完汤或者打过，要痛三个礼拜，酸痛。现在打完立刻就没了，明天就没了。所以我开始用右手这样，但是很快就累，还没有体力。像后面排多一点，我要来了，来没有时间来，所以就天天工作嘛。这个下个礼拜应该好一点，酸痛。请假了，我同事都请假了。见到了儿子来看我，不是我去看老爸，儿子会来看我。我两个都是 massive 的，肺活量很大的，比我家人没有人比我轻的厉害。我已经吸它，把它顶上去啊，慢慢的，让你一直吸上去。我家里有这个。所以我肺活量是够，但是没有运肌肉紊乱了很多。因为全是走不动，对我来说脚都没有力气，走路都觉得很累。不然不可以。我起床我不可以立刻就走动的，因为会受伤。在床上做很多这些运动，然后慢慢起来，慢慢的。要不然你一起来会受伤，最容易受伤。你还没有到那个年纪，没有年轻的。你一年给多少钱呢？你一年你的 membership 是多少钱呢？这里的 membership 是多少钱？啊，那也差不了多少钱。你不用就退化了，过了那个到160块的那个年龄，到了160块的年龄啊，疫情就没了，他就会退掉。年轻的没有这个问题。我现在工作忙，还要上班，那可以吃饭。我做的是最重要的方式，还给我最难的。